美国上市公司华美银行最近跟一家知名的非传统乐团联手活动，结合享誉全美的爵士乐吉他大师、顶级二胡演奏家以及多位知名音乐人，一起在巴沙迪纳分行内带了一场颠覆传统的东西方音乐交流。华美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长吴建明他表示，正是想培养年轻一代对音乐的兴趣和热情，这份使命感让他毫不犹豫地带领作为东西方文化跟金融桥梁的华美银行参与这场音乐会。观众如果想知道更多华美银行对社区的贡献，欢迎查询华美银行官网。